贪吃鬼。对啊，我记得这只是爸爸，因为这只肩膀超级宽大。爸爸是那边的，那边的比较凶，是那边走。我想看哪边走的，我想看。什么啦？爸爸是白。那是之前的新闻啦，在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架了。他爸爸都不管他，他哥哥爬上来。所以他一直看起来真的比较大只，一直看起来比较小只。阿姨还是在打架，不要被妈妈打了。被爸爸打一巴掌，他爸爸都不管他们嘞，为什么？妈妈也不管他们，他们玩死掉。对啊，我跟他站起来，真的超大只。他们两个人在打架，好爱打架哦。这好像我觉得是他刚刚敲玻璃那一下打的，但是如果录影到这边自己，就面对面了。他等下是不是要出来？妈，为什么他爸爸都不管他们？快扒了！快扒了！还打他耶？他不会痛吗？爸爸不会痛吗？哇，那个星星宝宝，他比较顽皮啊。嗯，那个还好啊。玩弄乱。玩那个绳子。绳子啦。这个奶奶经典。被扒下去来杀了，反正扒下去，都要投资。我跟老师很。哈哈哈。快速的。哦，那只也蛮大的，那只中的，大中小。